903广播剧《欧阳自强》第279集《对牛弹琴》。当我发现同 Jackie 的想法上面好像很多出入的时候，以前对着他那种很自在很舒服的感觉，就好像每个人的青春一样，想留都留不住。我同 Jackie 只左脚踏入了餐厅的那一下，就立刻有人大叫他的名字。喂 Jackie、好久没见了、喂 Boris， 哇真是好久没见了、咦你女朋友喂喂喂喂朋友来的啫，朋友来的啫。嗨我叫欧阳、你好你 好， 你好喂坐啦个场咁多人你点都要搭台㗎啦。咁啊咁啊、好啊係囉。难得你唔介意嘛。坐。欸、我同你男朋友。唔係、我同你朋友好老友㗎。係点解嘅佢以前都係 VIP 嚟嘅。係、啊。佢连 VIP 都知道。还不是你女朋友？喂，真的不是啊，你别吓亲人啊，警告你。啊，是呢，我想问一下呢 ，Boris 啊，你是不是跟 Jackie 一样，依家都会开冷气开到好鬼大、好冻咁样噶？喂，是噶，你未试过我哋夏天嗰只热法咋？你试过呢，我包你屋企全年长开冷气啊。哦，其实呢，我就连开冷气都会想下嘅，依家仲话长开添。原来这个世界真的很多你们这种人。啊？什么叫我们这种人啊？我的意思是不环保的人啫。那这个地球大家都有份啊。叫嘢食，叫嘢食，哇真的好肚饿啊。哇这里呢啲杂牌真心 OK 的，你们真的要试一下啦。是不是的？是啊，信我啦。好啦好啦，信你一次啦。那张图又真的挺吸引的，叫吧叫吧、好啦顺下来，今天靓仔靓仔靓仔，喂吃什么啊、吃两个杂扒的，两个杂扒，一个黑椒汁，好一个黑椒汁、一个烧汁啦、跟薯菜和意粉的、Boris 你要什么、你杂菜粉丝煲啊，麻烦，是粉丝煲，蛤吃得这么健康的你、我没有食肉一排了、哇喂你以前啊食一个杂扒都话唔够喉噶，而家冇食肉一排，冇啦、就系、冇做 V I P 之后一排食得太多肉，跟住有一次睇到啲片喺度杀啲鸡汤、牛汤、猪啊，会见到佢哋咁惨，就冇食过啦。哦，咁你系因为觉得佢哋惨所以唔食肉啊？咁呢个就系导火线咯。喂，都仲有好多原因嘅，譬如咧。健康啲啦、其实咧，你啱啱讲嗰啲环保都系我唔食肉嘅原因嚟噶。吓，唔食肉都关环保事啊？梗系啦，你知唔知养啲动物要斩好多树噶？喂，你又知唔知啲动物排泄出嚟又会产生温室气体噶？唉，睇嚟你都唔系好环保啫。喂，咁由细食肉食到大，真系好难无啦啦就话唔食噶嘛？好难食嘅咁又。环保其次啦，嗱你谂到啲动物俾人杀嘅时候，喂佢哋好惨噶，喂佢哋又喊晒，反抗都冇用，喂最后都系落入你个胃度，唉谂起都唔开胃啦。咁又冇咁夸我真系谂唔到。亦都唔会去谂咯。如果咁执着嘅话，咪好多嘢都唔使食系嘛？唉，算啦算啦，可能咧我都唔系太明白你嘅世界。正如我都唔明白你点解咁执着人哋开冷气啫。咁我谂唔会有人反对开少啲冷气啩？我谂都唔会有人觉得啲动物俾人杀系唔残忍啩？喂，杂扒到杂扒到睇热啊，睇热，小心啲啊，小心啲啊！哇，真系好快喎、啊，外卖盒啊，唔该。系收到。吓、哇，见到呢堆杂扒喺个咁热嘅铁板上面烧。好似听到啲猪啊、鸡啊、牛啊喺度惨叫咁，唉，食都食得唔安乐啦，我都系外卖翻去食啦。吓，哦哦，诶，讲笑啫，系啦系啦，咁咪坐低食啦，系啦。诶，唔好放喺心度喎，但系咧，我都系翻去食啦。吓，诶，系咁先。喂喂 ，Boris， 喂。啱啱完完全全系鸡同鸭讲，
我讲东，佢又讲西。原来我觉得执着嘅嘢，人哋系可以置诸不理嘅，但系人哋觉得执着嘅嘢，对于我嚟讲都只不过系小事一桩。我净系知道我嘥几多口水都唔会令佢明白我。但系我同佢边个系啱，边个系错，喺呢一刻我真系分唔到。感激身边这么多人，多得逼到这个时阵，彼此可以走更近，只要不孤单，够心不够心面盲，坦说起不爱他的恋人，你是否这里会露站，我说我性格缺陷，只要讲不遮又别人留神，轮流来对牛弹琴，轮流来带团游魂，是途人却同行，只要不算梦，已知都算可进行，无聊人见识。第279集对牛弹琴，欧阳玲是欧阳，Jackie 是 Jackie， 反正观众听不听，我亦会越说越好。天与地都有讲啦，和谐唔系所有人讲同一句说话，而系每人讲自己嘅说话，但系都互相尊重啊。你有冇试过成功去说服一个人相信你嗰套啊？改变一个人咧，真系需要好大嘅力量噶。你得上嚟司徒志强地盘 Facebook fan page 话俾我知啊。欧阳志强，一呼一吸，相生相克。